希望追星尊者能顺利净化万魔峰。嗯，什么气息？无人。万里红烧不见经，红红不误点如星。三宝原本都一秀，引领平州永吉明。把魔峰复苏净化，高一德文处理宾客。来这给你信用扣，一星最后因素。不必多言，告诉万魔峰，今后万岁爷可不安人。如此期不该存留一世，你将如何稳稳逃出幕去？万魔峰应在万岁爷来过，那就进去出来。好，好。万岁爷清楚。三清最新尊驾靠雄武艺，不净化万魔披风。三位尊驾不用再留心，把魔风德文的特性运用。铁金不动海冰空，水银不变化不物，文笔不息得诛星。三铁三气。一星，我来用是要挡不住，搞我吧！好，嗯，我立即攻击，留在青龙子之上，现在出发，为时已晚，万岁爷金雕必应。不干好，只有不下。气球气球，最后用谁对熊吞进一龙子，不一魔气急高峰，是不扬魔香，是什么威力分？镜头棍第五香，要顺利出力万魔锋芒，不奈何极高会何飞何？岂不会使用何种手段？不能天意外受劫，一定吹出如门之内暗流吗？有滴精彩结构。请勿错过我们的福利，霹雳魔风第四十九章，实行文罪，闻天斩脚。